上来的这几位要跟我尬舞的，他们水平到底怎么样呢？水平一般的就不要再上来了。哎呀，呀，美呀，三小天鹅好优雅。娜姐啊，你在芭蕾舞界有没有涉足过啊？我现在比他们稍微好一点，我学到九雷了。九雷，来，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月，我今年九岁，我来自美国亚特兰大，跳舞让我最开心。哇！大家好，我叫刘一荣，我很喜欢跳舞画画，跳舞让我们更美。我是冯若兰，我九岁，我很喜欢跳舞，因为跳舞让我有气质，我都很喜欢哈士奇。哈士奇也挺有气质的，是这意思吗？他们围出来以后就没有动过，哎，没换过姿势。芭蕾舞女孩的站姿都是这样的，前脚站定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踮脚尖嘛。你们懂啥呀？来，坐。你们第一次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。可是我发现，要是你肚子很大，会很明显，就不好看。就是你们这么小会减肥吗？跳舞呢，你必须不能吃糖，那就不能吃很甜的东西，像冰淇淋。哦，很讲究身材。他们三个很厉害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三个有多厉害。这都是他们得的奖。哇哦，这个是若兰的。哇哦，这是一荣。天哪，那是我的，我那些呢是我喜欢的，可是呢我有一些呢，因为我不觉得漂亮或者不觉得重要，我就扔走了。就是你的奖已经多到就是你放不下了，是不是？你没必要扔掉，你给我呀，我家里空。我刚才有说我舞跳的是很好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三个沉默了，不知道你在舞台的地位。来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要向我们老师学一下。学芭蕾最难的是什么？外开。我天生呢，我没有外开。外开是什么意思啊？挂着天生就不好。开挂是怎么开呀？就是在地上踩。哎呀呀呀！哎呦呦呦！我的天哪！天哪，这还不好？哇哇！一边看电视一边压腿，一边写作业一边压腿。哇！你看他们吃饭，他们三个吃饭。天哪！看书的时候，这个都已经超过180度了。你试一下。我是开的，我胯是开的。娜姐可以吗？我在舞台是有一定地位的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比我跳舞跳得好的人？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哈哈哈哈哈！你试一下。真的。是可以了吗？我这样是可以的。可以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所以我是过关的吧？是。对。接下来呢，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必杀技。必杀技。首先是我们王子月的控腿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那我们有请王子月。哦，天哪，那哇，好轻松啊！看你做的。接下来，刘一荣，你是带来的是什么？大跳，大跳，大跳！哎，大跳，我应该可以来一下。
哎，我不来。一荣是大跳，我们兰兰，我是转，叫挥鞭转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挥鞭转就是36圈，连成年人都要练很久，而且很多人还练不好。接下来你好好看着挥鞭转，待会儿要学习啊。啊，又学习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一，哦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，三一，三二，三三，三四，三五，三六，三七，三八，三九，四十。哎，他那个脚是不落地的，你试一下。子月就想看我们出丑。浩浩挥鞭转，预备，开始。你是啥呀？哎，你这个傻。来，接下来杨迪。哎，这个叫四肢不随啊。哎，我不来了。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？虽然说我们用一种比较好玩的方式好像在教我们二宝，其实几年如一日的艰苦训练不仅让我们芭蕾女孩拥有了曼妙的舞姿、高超的舞蹈技巧，还无形中赋予了她们天使般的这个优雅的气质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芭蕾天使们的如梦如幻的芭蕾世界。觉得跳舞让冯若兰现在就是说变得更有气质，用温暖微弱的光，日复一日的练功，就是练习她的专注性，练习她的这个注意力，学会了坚持，非常为她开心和骄傲。